到意思，为什么你对别人都那么的热情？我对谁热情了？啊，对别人都很热情。谁？比如说呢？啊，你对 Jessica 很热情啊。这是吃醋吗？没有吃醋，我就是在问一下，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待遇上的差异？我来我吧。这傻罐头是有点难开啊，赵萌。你求我？求你、啊。那 Jessica 挺可爱的，然后她语言又不通，来这儿我必须要帮她。